我让石青春跑起来了耶！北大，既然这样，我想要跟你谈论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严肃的事情，就是变让我严肃。既然我们已经成功的让青春跑起来了，那么我想要骑着它去找我的妈妈。你要一个人出去找妈妈了？没错。你家的艾莉是真的长大了，变得好坚强。应该是时候让你一个人出去旅行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爸爸来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吧。来哦，来哦，老弟，就老卡，爸爸就妈妈，阮兜的爱丽丝要出去千里寻母啦！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啊，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。